能夠多謝嘅李居明大師。各位老師在下歐。香港有冇熊貓牌啊？邊牌？我哋買呢個喺度買得好勁嘅，收翻嚟錢。首先多謝遊龍師傅，為我哋做一牌。多謝龍哥整對嘅案團，幫我哋演奏。李俊升同埋李龍哥天生都係演得咁精彩嘅案團表演。呢次係毛澤東嘅第五集。咁啊，宇哥，因為好多朋友呢幾日嚟睇咧。就睇完呢個小評，你好非常之滿意咧，都問幾時有呢個毛澤東嘅第一集睇？因為毛澤東第一集同呢一集咧，大家平分天下，咬手瓜。好啊！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安排咗喺四月份喺明年咧，為大家重演第一集嘅《月亮毛澤東》竹管版俾大家睇，好唔好啊？咁啊，喺呢一套五套嘅近代史嘅粵劇裏邊咧。是我37套在12年裏面創作的粵劇的其中5套呢是時裝的，32套都是古裝，所以呢就在這麼多套的粵劇裏面合作呢，旭哥呢支持我，跟我先合10多套的合作，有古裝有時裝有青裝，其實是很多的合作，非常多謝他一路對我支持，再給一次掌聲給我們老闆先生啦，法務會總嘅主席。喺咁多合作裏面，我哋要多謝陳浩俊先生，一人千言次次啦，都為我扮好多即係不同嘅角色。只要我諗個角色諗唔到，我諗佢噶啦。你諗下上一集華國鋒幾難演咧，佢都幫我演到。呢一集我話戴翠珠夫人，你一定要演啦。所以不負眾望，大家俾掌聲，陳浩俊先生。在這個月日毛澤東裏面已經過程之中我們甩不到一個角色，就是蔣介石。當時新業明星一走過就見到他的身影，我說一定蔣介石一定找你了，想不到現在周恩來都是叫他殺眼，現在接下來如果寫一套戲就有周恩來又有蔣介石，我都不知道怎麼辦。多謝新業明先生，健康好東西。多謝李鴻廣先生，永遠又係好難整嘅角色咧，又等阿廣哥咧，你又幫我搞掂啦。咁啊，另外我哋多謝阿財哥，佢係為我哋設計服裝之外咧，次次演戲咧，我揾佢演佢又係冇走雞嘅，一定係交足貨俾我，多謝佢嘅。咁啊，女角方面咧，呢個犀利啦，陳明儀小姐，多謝。又方清，又呢一個女主角咧，今次咧，你令到大家咧。是流了很多眼淚，你知不知道？因為你和個 BB 女出來的時候呢，很多人真的很感動，那場戲很多人的反應都是那場戲，一如我剛才即上一場所說，她被帶出來應該是40多歲了因為事隔了40多年。好，那多謝文姐，哇，她那些假地沙很厲害，另外一個翻手真的不是那麼容易，你才有戲故事啊，十分真的。好，多謝多謝美玲，多謝鄧麗君。今次的演出呢，我們還有很大膽的嘗試，亦是給一個機會呢，給年輕的一代的粵劇的花旦呢，給他們試下什麼一場戲。大家都知道呢，就是第三幕是最難演的，是演個反派阿金，給掌聲我們的新秀心怡小姐，見到我眼亮。今次演出咧，相信咧奠定咗佢咧係可以演好多戲喎。如果未來我哋應該多啲俾機會佢哋。咁今次咧亦係有一位咧唱家班咧，係今次係首次係粉墨登場嘅，余仲欣小姐，佢係老師嚟㗎，而家教唱粵劇，另外咧係二胡啊同埋琵琶都得嘅。咁今次大家睇呢一套戲咧，你會發現咧。我哋係好多咧，係年青嘅人嘅參與，特別我哋嘅舞蹈，我哋多謝阿芝姐所領導嘅呢一個嘅舞蹈，非常之精彩。咁我哋當然多謝何師傅咧，佢所領導我哋嘅舞姿，哇！舞姿非常犀利，哇！憑空一跳可以跳上去嗰個凳嘅上邊嘅，咁
所以非常之唔簡單。咁無論點都好咧，我哋係將所有粵劇裏面嘅元素，再加埋舞台劇，再加埋呢個武打同埋武道，去串連成為一個中國近代史嘅一個粵劇嘅表達。咁希望大家咧通過呢套戲咧，對我哋中國近代史咧就係有進一步嘅了解。咁無論你了解咗結局係點都好。呢、这個都係你自己，但係我哋嘅責任，似乎就係希望粵劇能夠新啲嘅粵劇咧，係俾大家欣賞。咁，旭哥今日咧轉眼又三場又完咗咯喎，啊，咁啊嚟緊我哋又今晚又覺得好攰痛，因為點解咧？突然間一做完戲好慘。咁咧就好啦，係時間俾我哋旭哥咧就講下幾句説話，有關於今次演出呢個小品你好，你嘅心聲。其實鄧小平咧，真係喺九七之前咧，喺電視機我哋真係睇得多，一路我都記得佢兩段説話，就係、是、馬照跑，夢照跳。所以今日佢可以用呢個方式去表達佢嘅情懷，好特別。咁啊，但係咧，究竟佢嘅人生係點樣，歷史係點咧？我哋真係冇得做。好好彩今次咧，能夠做呢個戲，除咗歷史之外，又有夜市，又令到大家咁高興。多謝大師。係，唔好講，多謝多謝。咁但係好多觀眾都問我，嗰只打開蚊帳嗰件事係咪真嘅咧？嗰件係真人真事真英雄嚟㗎，佢真係當時用嗰只歌嘅。咁啊，其實咧戲裏面全部嘅嘢都係真實，不過咧作戲劇嘅誇張同埋戲劇嘅設計，亦都希望係通過你人生積極嘅思想咧，係俾我哋香港人咧一啲鼓舞。特別大家睇 ending 嘅時候，佢所講嘅嘢都係其實而家我哋好需要，就係、是、我哋要向前看。要團結同埋光明樂觀地面對我哋嘅未來，千祈唔好詛咒我哋嘅明天，要樂觀面對呢啲人鄧小平嘅精神。多謝大家，多謝。多謝大家，樂觀做人呢個鄧小平嘅 philosophy， 希望大家一齊分享。好，多謝曬。好啦，小平你好，多謝曬大家辛苦辛苦，台前幕後所有嘅人士，多謝各位觀眾支持新光，多謝大家支持新光粵劇，多謝。我哋四月份毛澤東第一集足本，我哋再見，拜拜。